卫生风油花那皮实的这块橙子炖湿了，吃着不咋是那皮实，好多风油的葱油带橙子的，都是把这样子炖成了实，比如秀瓜实、那皮实、剥皮实、果实、粥实、吐实、柿子类。除此之外呀，还有一块缩狗实，细致洗出来这块吃，吃着狗食或自在的这块橙子，还有缩实啊做，这块实嘞，狗食或洗的是这块新橙的橙。那么这块橙子郑州拟成了实字来了，咱们就不用着急，再看一下例子，直默默的直，百直。纺织丝织的织，一十米的十，十行的十，十二指方的十，十音的十，这些字大家就知道，都是普通话读正成声，而方言话读支持实的。普通话是后鼻音，但是方言话的不带鼻音。此时这种现象啊，在唐朝、宋朝都已经出现了。唐宋时期的人四笔佛言，虽然没哪里有话录音了，但是现代的语言学家通过对多是用浊语还有丝下语的走音的中文材料，研究出了多是这些汉字的发音。发现其中一块重大的特征就是鼻音韵尾的特点，你都是这么过着提到的这块普通话读后鼻音，但是方言话读没拉鼻音这块现象，这块情况在地面和学都出去，除了这么过着说的这块实字，还有在断皮、胎皮、皮瘤的皮、细枝虫、金子的这块字、脱石做的石、辞退的辞、学日工的日、设施立足管理的这块力，全部都印证了这块脱松石北佛音在现代方言话和来的体现。这块现象在咱们今日佛言和里的绿柳并州还有晋南这三块核心地方的许多错记，而历史后发生的这块鼻音韵尾在四笔佛言和里脱了呀，当然不常是在地面里才有，比如说这块地的地海的地、不地势的地、吃菜的吃、喝吃的吃、肉母子的子、紫米的子、娘子的子、东里的里、里里的里、日子的日、日边的日、日子的日、日前的日、或米的米、地米、米拉的米。有便秘的秘，失效的失，提不起的提，提天记的提，失效的失，好点好点字都符合这块现象。那么解决了这块韵母，可能实行的人会继续在追问，我是为什么鼻音韵尾特了，不是读吃，而是读湿的。这么声母和也有一些说法，这块现象呢，是因为古代的这冲母、错母、串母、声母的这些字，在现代今日佛言里有一些不同的体现。你比如说这块刚才提过的这块南皮时的时、湿翻的时，还有这么说的早生的生。丝丝的丝，故事的事，全部都体现了这块特点。而在这么周边佛言，比如说拼音画下来，还有更多的体现，比如说这块抽地的抽、搓搓的搓、搓饭的搓等等这些字，全是读这块丝的声母，而不是读吃的这块声母。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方言地名称都是读这块丝，有的比如说药称、玉称、乐称、补称丝、自称佛，再后来的称了，因为现在了后世广佛语言的系统。所以说这些字都读成了橙字，而没来延续下来这块古老的风油花这块诗的对应了。嗯，小回来嘛，观众给了解更多不知道的风油花的奥秘。